11月13日，杨幂刘恺威公布婚讯，宣布将于明年1月8日完婚。11月14日，杨幂拍摄一组时尚婚纱大片，照片中即将大婚的杨幂化身美丽新娘，幸福满满。当天上午，当网友们还在恭贺吴奇隆和刘诗诗的恋情时，杨幂就紧随其后的公开了与刘恺威的结婚消息。网友发现后又马不停蹄地向杨幂发出祝福。杨幂还在微博上晒出一张与男友刘恺威戴婚戒的照片，随后刘恺威转发了该微博，并宣布明年1月8日举行婚礼。据了解，杨幂和刘恺威现已领证。而对于杨幂奉子成婚的传闻，杨幂宣传谭小姐予以否定，没有怀孕，他们就是按照计划结婚的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微风吹来意外的爱情。